实事上，总统让我转告大家，民国政府和青岛民众的心情和愿望是一致的。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已经顺利地到达了巴黎，他们将和各战胜国一起商讨并解决战后中国和德国的关系和利益，维护中国的主权和民众的利益。美、英、法、意。 4国的驻华公使闻讯以后，都请我向大家致意。他们将秉承公正正义的原则，维护中国的主权，保证大小国家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。因此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在不远的将来，山东半岛将会完整的交还给中国。 因为我们毕竟是这场世界大战的胜利者，我们有理由得到胜利的果实。中国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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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眼看就要成功了。 偏偏闹出这么大的事儿来，这个蔡元培和陈独秀他们，真是能见缝插针，无孔不入。之前国会不是已经接受罢免蔡元培的提案了吗？怎么又给打回来了？还不是这请愿团闹的，因为欧战胜利了，国人的爱国热情空前的高涨，这会儿又闹出个青岛请愿团。 立马就博得民众的支持，而南北政府不和，素来就被民众所诟病。好不容易逮这个巴黎和会能转移些视线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自然就不会多生事儿，这不就给打回来了？那几个老东西，还真是老奸巨猾。阿叔，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你天天在北大，你就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新的动向？ 倒还真有件事。金銮，去那个屋吧。阿叔，最近蔡元培和陈独秀挑头，搞了一个工读互助社，说是要实验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。 还面向社会招募，竟然真有不少人从外地赶过来报名。互助社，共产主义。回学校去，我盯紧了这个互助社。您觉得？ 这里边有文章可做，这种伤风败俗、龌龊的社团，有责任，有义务向民众揭露他们的真面目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来一来，坐一坐，今天的心情是真不错。你一言，我一语，互相帮助是真理。来来来，快入座，来听爷您把话说，来把话说。 同学们，把凳子搬好了，咱们就入座啊。今天咱们正式开会。同学们，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，我们北京工读互助社第一实验小组诞生了。同学们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13个人就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了。社内大家互称同志，诸位没有什么异议吧？ 同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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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意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是有着共同理想和信念的同志了。那好，诸位同志们，我们就先来互相自我介绍一下。谁先来？我先来吧。来，同志们好，我叫石存统，浙江金华人，1899年生，是浙江第10师范学校的学生。我之所以来北京参加咱们工读互助社，是因为我向往，我向往一种无政府、无强权、无法律、无宗教、无婚姻、无家庭的理想生活。而我认为，
咱们工的互助社就是这样的生活。我理解的所谓工的互助，工是劳动，读是劳心，而互助是进化。我们社员们一边劳动一边劳心，终生工作，终生学习，其乐无穷啊。这里我向各位同志宣誓，从今天起，我即是社，社即是我，社的厉害就是我师尊统个人的厉害。同志们好，我叫于秀松，浙江诸暨人，1899年生。我跟师尊统一样，都是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。昨天我给我的父母写了一封长信，信里边详细的解释了我为什么要来北京参加工读互助社的原因，其中提到我的目的是想实现我的理想生活，想传播到全人类，使他们共同享受这份甘美、快乐、博爱、互助、自由的新生活才算完事儿。大家好，我叫何梦雄，湖南澧县人，1898年生，现在法文专修馆学习，同时在北大旁听。我参加互助社就是想尝试一种新的生活，别无他求。没错，我也一样。冒昧冒昧。同志们好，我叫易寻仙，是因为反对父母逼婚跑出来的。我来这儿的目的呢，跟何同志一样，就是想过上自由开放的生活。没了。好，这是咱们互助社的记事本，咱们边传边说。那边是姐夫，右边。同志们，咱们工读互助社第一实验小组从明天开始就要正式的开张了。法文进修馆大门西边那个小院我们已经租下来了，后面几间房子给外地来的社员当宿舍，前面几间临街的咱们用来当食堂，半工半读，财产公有。兰兰，你跟大家公布一下咱们的财产状况。好，启动资金现在全都在这儿了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。一共呢是523块大洋，这其中社会各界捐赠350块大洋，社员的入社费和社员捐赠一共173块大洋。关于打工呢，我先说明一下，我和乔健还有老郭，我们三个人在新青年搞发行，白兰在使馆区当家教，这些都继续做，只是工钱必须要交工。我们现在落实到三样业务，一是工读食堂需要6个人，二是洗衣服需要4个人，三是放电影需要3个人。这3项业务咱们大家商量一下。嗨，不用商量，我来搞食堂。青刚、云宁、白兰、柳梅，你们几个平时要没事的话呀，过来给我打点下手就行。行，没问题没问题。我跟你说，青岛马上就要回来了，哎，我老郭这两天心情大好，别说给你打下手了，就是当仆人都行。那我负责洗衣服吧。你算我一个。也算我一个。也算我一个。我什么都不会，我放电影，什么都不会，那好办呀、啊！你什么都不会，来到了互助会，放电影可是高难度，你不会也得会。好，好，行啊，一个个睡挺香啊。让你们睡。你谁呀、啊？于秀松，都起床了，几点了？我这大半夜喊什么？你梦游啊？大半夜还睡还睡？干嘛呀？起床，别睡了。大半夜，你知道现在几点吗？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？什么日子？瞧你别照背。今天工读食堂开业第一天，6点半买饭，现在都6点了。啊？家务大事了，兄弟快起快起！起什么起啊？街还没打鸣呢，等着天都亮了，打什么鸣啊？收拾你，快起！哎，你干嘛去？等他们打鸣，等一晚上，我收拾他们去。老郭，你快去喊女同志啊！喊女同志，女同志早起来帮忙了，你们这帮男同志连女同志都不如，丢人！来，吃饭了啊，吃饭！哎，快吃饭了！
该叫你不叫，害得我差点吃碗了。该打鸣你不打，知道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吗？晚起的男同志们，你们再回去接茶睡吧。我跟太阳说一声，让他等会儿再出来。那我们晚起的男同志向早起的女同志先鞠一躬。哎，别别别，受不起。晚起的男同志们，你们还是回去接着睡吧，这不需要你们。来来来来。惭愧惭愧啊、那个晚起男同志，你看看人家早起的女同志和一夜未睡的凯威同志啊，把这个院子还有灶台打扫了多漂亮，这多亏了我们的山东大厨。晚起的男同志你接着回去睡，早起的女同志她干活不觉得累。年年同志你仔细一听，简洁食堂今日开张，什么来着？全中国之最。哎，对对对，快快快快快来来来，报牌，开张，开张，走，走，对对对。可以吗？同志们，简洁食堂就是我们的家了，同志们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开张！干活！顺流水，不理会，壮丽放学归。我们自己相依偎，今天功课明白为。老师讲的话，多风流。全靠吾辈，大家努力啊！从现在，明天再会。大家加油！加油！油饼、包子，端出锅来了吗？老板有油饼，您来尝尝吧。对，您来尝尝，您来看看，我刚蒸的包子，干净实惠。物美价廉，这里要火，这里要火。哎，在这卖早餐，先生好。哎，来来来，同学们，我们今天第一单的客人，欢迎。先生好，先生好，大家早上好。先生，刚出国还热乎呢，您来一会儿吧。师之先生，来点油饼和包子吧，我们这儿便宜。对，您尝尝，您尝尝。好，我尝一尝。香，是不是？怎么样？真香啊！是不是？哎，多吃点，都尝尝，都尝尝啊！我觉得咱们简洁食堂啊，得好好宣传宣传，找一个报纸赞助登广告，把门口那四个字还有那副对联给它拍下来登上去，那可是你们招牌啊。哎，对哈、啊、咱们牌匾上四个字是蔡先生写的，两旁的这个对联是鲁迅先生提的。看看啊，这么好的资源你们没有好好利用起来，是不是可惜了？哎呀，先生说的无意了，我跟学生会也可以帮忙啊，到时候肯定麻烦你们了啊。大家把这个资源利用。有包子和油饼没有？有。有。首长先生，首长先生好。首长先生，同学们，你们第二单生意来了啊！哎，芝芝，你也来卖早点？我不是来卖早点的，我是他们的义务宣传员。啊，首长先生，今天是我们简洁食堂第一天开张，怎么给我们捧捧场呢？我来这儿就是捧场来的。哎呦，这个地儿弄得真不错。好好好好好好。简简，哎，一个油饼一碗粥。好嘞，先生请坐。好，一个油饼一碗粥。好嘞，一个油饼一碗粥不够啊，首长先生那么大的个儿，必须三个油饼三碗粥。哎，我吃不了这么多，你吃了几个油饼啊？我有家规，我不能在外面吃早点。没带钱吧？简简，哎，三个油饼三碗粥，我和师之先生在这吃了。好，首长兄，哎，简简，不行，家规就家规，我不能破啊。这样吧，我明天早上给你东秀婶子说。别做早餐了，我们俩一块儿来简洁食堂吃早点，怎么样？好啊，好，我走了，小王兄。同学们，辛苦啊 ，see you later。先生再见。师之先生慢走。老郭，哎，我也走了啊。哎，这明天我还来啊，我可给你记账了啊。挂账，挂账。明天，哎，小胖子还挺能吃，这胖子，哼。严姐，哎，这儿，
这有十个大洋压你们这儿，以后我天天来这吃早点。哎，这不合适，先生，您的钱都接济穷人了。哎，别听他们瞎说，蔡先生其实每个月扣下30大洋，直接给我夫人送了，所以我这儿呢也没有什么顾虑，你们也别有什么想法啊。谢谢先生，真香。同志们，第一单正式的生意，10个大洋。生意兴隆啊！谢谢先生。你说你这么大个人了，跟孩子们置什么气呀、啊？我都替你害臊。话不能乱讲啊！我可没跟他置气。你没跟他们置气，干嘛不让我去简简食堂买早餐呀？爸爸，我也想听年哥哥做的早餐、啊。我也想吃。那家里有吃的，干嘛要去买呀、啊？有钱没地方花呀、啊？说你，那简简食堂今天第一天开张，我不该给他们加加试啊？你今天去了，你明天去不去？既然是实验，那就要客观事实，得出的结果才有价值。让他们靠自己吧。行了，你们踏实吃吧。你干嘛去啊？把粥都给你盛好了。我吃饱了，我去转转，消化消化食。哎呦，别擦了，这桌子擦得跟镜子一样，这一个客人也没有，你擦它干嘛呀？怎么回事啊？一个油饼都卖不出去。别炸了，炸那么多有什么用啊？一个客人都没有，炸了也是浪费。不是，你这话我听着怎么扎耳朵呢？什么叫浪费啊？这饼卖不出去，就是你们招揽有问题。我们没出去吗？我们怎么样啊？生产做的油饼有问题啊？那我还说呢，你技术有问题。我技术有问题？对，胡适先生都说我的饼好吃。那我认为你的饼不好吃。你们怎么不出去揽人家啊？一帮人坐哪儿坐了一上午，老郭都睡着了。行，咱们今天第一天开张，人家心有顾虑是正常，慢慢来，这事儿急不得。我为什么心有顾虑啊？行，我不跟你说了，爱怎么着怎么着。回到席边去。我们觉得我们小做的超喜欢，这事儿急不得。各位。生意兴隆啊！祝福先生啊！先生，您快请坐。先生，请坐。给先生腾地儿，快！来，先生您坐。祝福先生，您还没吃早饭吧？啊，没吃，来点什么？哎，你们这有什么呀？图曼。怎么就图曼了？年年，不需要同情。陈延年，这是我们大伙儿的生意，你一个人说了不算。先生，您见笑啊！我给您介绍一下吧，我们这儿有粥、包子、油饼，还有豆浆，而且豆浆还是我早上起来现磨的。哦，那就来一碗豆浆，还有一个油饼。哎，好嘞。一个不够啊。先生，大钊先生早上来过了，他一个人就点了3张油饼、3碗豆浆。啊，他吃那么多啊？对。那给我来2张油饼，一碗豆浆。好嘞，好嘞。啊，我去。行，行，您稍等啊。哎。这是新鲜饼，先给您来一张刚出锅的，还不错，现磨的豆浆，您尝尝。嗯，好。你们去忙吧。你看我这生意做的。同志们，我们简洁食堂今天第一天开业，虽然是小本买卖，但是第一，我们不接受别人的同情。
第二，不允许赊账。哎，那傅斯年早上起来可是刚挂了账啊。傅斯年是学生，从今往后，除了学生，谁都不能赊账。哎，老郭，啊，你给盯紧了啊！今天要是吃饭不给钱，千万别让他出这个门，要坚决抵制吃白食。你说谁呢？什么吃白食的？含沙射影的。您怎么吃着吃着还吃急眼了呀？您没带钱啊？啊，我走得急，我忘了。那这可不行啊！您没带钱，这怎么办、啊？你有什么怎么办的？我到时候我肯定换钱会给你的。我怎么相信您啊？您要是出去了跑了，那我上哪儿找您去啊？我往哪儿跑啊？那我不知道啊。啊，您看，油饼您吃了吧？吃了。豆浆您喝了吧？喝了一口。那喝了一口也是喝呀，那不就是吃白食吗？什么吃白食？我不是说了吗？等我回去取了钱，我送过来。坚决不能赊账。哎呀，我已经听见了，傅斯年不也赊账了吗？那傅斯年跟您不一样啊，您是谁呀、啊？您一个月挣多少钱啊？那怎么办嘛？我就是忘带钱了，我忘带钱了，怎么着？我把衣服脱给你。不，我们不能要您的衣服。那这样，我们是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互助社，遵循的就是互助原则，不劳动者不得食。洗碗抵账吗？洗碗？哎。啊，那不行。劈柴火、洗衣服、喂鸡、挤羊奶、磨豆浆，还有那个不信封，都行，您选。行，那我洗碗。政府先生，你怎么能洗碗呢？别，按照你们规矩来，一分钱难倒英雄汉，我洗碗。您先吃吧，吃完再洗。我先洗再吃吧，啊，要不然我吃不踏实。能难住我们这个碗呢？你们碗在哪儿呢？哎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您这饭没吃完呢，您得吃完了饭洗自己的碗。严宁，陈严宁，你这是诚心挤兑你老子是不是？谁挤兑你了？师母好。师母好。你们也是，让你爸给你们洗碗，他还不把你们的碗都给砸了。就知道你没带钱。来，严宁，这是你爸给你的钱。同志们，第三笔生意啊，谢谢客人。入账。谢谢政府先生。你今儿早上不是吃过早餐了吗？没吃饱啊？本来今天早上呀，是我要先来给你们加加试的，结果你爸不同意，死活不让我来，结果好，自己到捷足先登了。关键是啊，还没带钱，有没白来？哎呀，我今天第一次到你们这儿来，带我转转吧。好嘞，行。这我们养的鸡鸭子，是共有财产。哦，那边是新房，挺好，挺好。放手！你放手！你放手！你放手！我不放！进了互助社就要有一切共产的绝望！这是我的私人物品，凭什么要给我？你放手！你放不放手？我不放！你不放好了！你喊！玉泽，干嘛？住手！田延年同志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给评评理。参加互助社，实行共产主义，我激动的一宿没睡。下来！我把我的衣服都……下来！既然共产了，就不能在我这些私人财产。我把我带来的衣服都摆出来了，我这一想，于同志是富家子弟啊，我就过来动员他把衣服也摆出来。这有三条辛苦的，你猜怎么着？他不肯。你这位女同志好没有道理啊！大家给我评评理，
他一大早跑来开我的箱子，让我上交衣裳。这箱子里都是我的私人物品和学习用具啊！是，这里面是有裤子，那是男同志裤子，你也穿不了啊！你好不讲道理，谁说我要穿你的裤子了？我穿不了你的裤子，可是其他同志能穿呀。你这人怎么这样？你这有三条新裤子，你就不能分享给裤子已经破了或者只有一条裤子的同志们吗？亏你还是大家推举的社委呢，自私！我自私？你是裤子精吗你？你左一句裤子右一句裤子的啊？谁说共产主义一定要上交裤子？咱共同会社的章程里有这一条吗？行了，别吵。社员的衣服要不要共享，还没有明确的规定。你有这个想法，可以提交大会表决一下。在此之前，维持原状。开饭。委员长，陈总长到了。不够，什么重要文件要陈总长亲自送来啊？啊，您自己看吧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哎，拒不接受，原样退回。出了什么事了？昨晚日本驻华公使小帆约见我和美英意法四国公使，声称山东半岛问题的核心不是中国和德国的利益，而是日本和德国的利益，要求我们在巴黎和会上不要节外生枝。今天一早，徐大总统就把我和吴炳湘找到一起，要求我把这请愿书和万民哲退还给你，要求吴炳湘采取措施，北京街头再不能出现标语和传单。紧接着，美英法意四国使馆也将青岛的预请信悉数退回，岂有此理！泼出去的水还能收回来吗？徐世昌他要干什么？拿我当猴耍？青岛不要了吗？徐总统还让我转告你，青岛还是要的，但是要讲究策略，别把日本人惹毛了。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忍他就知道忍，打败了要忍，打胜了还要忍。我看这个国家是中了邪了。弱国无外交，这是铁律。那还讲什么公理啊？啊，那四国使馆是怎么回事？魏若欣的话也不算数了吗？美国使馆在退回信的时候特别强调，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一直是保持一致的。哼，我看未必啊。这就是信号。巴黎和会要惹麻烦。伯公，已经有麻烦了。怎么了？代表团在接到国内人员排名的时候，已经闹炸了天。王正廷大骂徐大总统歧视南方政府，石兆基撂了挑子，陆征祥干脆跑瑞士去了。现在全靠顾维钧在做周旋。这是意料之中的，我已分别给陆征祥和顾维钧发了电报，日常由顾维钧出面，关键时候陆征祥必须出马。委员长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，令人佩服。麻烦还是在国内，曹汝霖、张宗祥、陆宗舆这些人太可恶。亲日派嘛，实力不容小觑。说来说去，还是要看外国人的脸色，真是太窝囊了。请。哦，是大钊先生推荐的呀。对，好，来坐。谢谢。哎，攻读互助社呢，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新事物。嗯，当然也是我们报社所感兴趣，之前予以报道过的。柳小姐，您这次来啊，提供的这份名录呢，原则上呢，它可以被归属为社会类新闻，我们刊登没有问题。但是
您讲到的这个食堂啊、洗衣社，包括电影放映组的介绍，其实是属于广告类，是要收费的。不知柳小姐您这边是否知晓呢？嗯，攻读互助社里都是学生，攻读就是勤工俭学，我们肯定是没有钱做什么广告了。我这次来就是想申请一下，看看贵报能不能赞助我们一下。柳小姐，您这样呢，其实让我们很为难，因为您这样的赞助在董事会上是很难通过的。嗯，我呢倒是可以出一个主意。您说。不仅不用你们登广告，嗯，只需要来写一篇新闻稿。你找一个记者，把你那些食堂呀，包括洗衣社呀，包括电影放映组，统一呢做一个采访，写成一篇新闻稿，不仅可以在报纸上发表，而且其他媒体也会予以转载。这样子的话，不仅没花一分钱，而且这种影响也会产生很大的成效啊。那这很好啊，那要不就请主编帮我们写一篇报道吧。哎呀，小姑娘，嗯，你呢还是太实诚。这个记者呀，不仅得你们自己去找，最好呀还得是专栏型记者。运气好的话呀，说不定他还会付你一笔采访费呢。我也不了解你们这行，我不知道该从哪儿去找这样的记者。小谢，你这工作期间三心二意的，这可违反社规啊！老张，你来了，来，我给你送来了。好，这样，刘小姐，你运气可真好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呢是我们学海要闻专栏的负责人，并且啊，他还兼任着北京和上海几家报社的特约负责人。来，你们认识一下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对了，老张啊，我记得你之前说你不是很想了解一下这个攻读互助社吗？嗯，那你就帮帮这个柳小姐吧。攻读互助社可是个好题材呀，我非常感兴趣。谢谢张先生。那咱们找个地方谈谈。嗯，这不就挺好吗？这哪行啊，采访也不是三两句话的事儿。这样，旁边有个咖啡馆，我请客。行，走，请。走了，老谢。不送。谢谢主编，不谢。同学们，洗衣服，互助社简洁食堂，下次来啊，下次来啊，下次来，哎，谢谢。来，同学们，到这边来。您过来了解一下，莹姐，莹姐，简洁，来，给您介绍几个英语系的同学啊，他们问吃饭和洗衣服能不能打包，然后按月结账，折扣给一点优惠。行行，没问题，咱来来，同学，咱们来。洗衣服找谁啊？洗衣服到那边啊，帮我到这边来，我再帮你们张罗张罗去啊。我们那儿有一山东大汉，厨艺特别好。我这电影票半天只有两个人问津，怎么办啊？你们啊，真死心眼。你这个，你哪见过一群大老爷们儿主动看电影啊？北大没有女生，你电影票卖给谁去？那你们北大学生不看电影啊？看啊，都到别的学校陪女同学看去了。你们要真想把票卖出去，我给你们想个办法。真的，我看一下啊。易军先，哎，来了。易军先，来这边。哎，同学们，过来一下。马上帮你解决。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女同学。你们好，我是协和女子大学艺科的谢婉莹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们学校女生多吗？我们是女子大学。女子大学？哎，你们学校男孩陪女孩看电影吗？废话，你以为是都跟你似的？来，我们包括洗衣服呀，特便宜。哎，我们俩还包括洗衣服。对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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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生，哎，我们向您汇报一下关于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的事情。好，说说。根据您上回的建议呢，我们国民、新潮还有马尔克斯研究会几个社团在一起讨论了一下，嗯，决定先在北大成立一个校艺夜班，嗯，也就是工人夜校，每周呢三个晚上给工友们普及文化、讲解时事，然后我们决定在这个基础之上正式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，嗯，向社会的各界去招募同伴。这是我们草拟的简章，还有招募启事，您看一下。好。哎，这件事和陈学长汇报过了吗？汇报了，因为办校夜班涉及到地点和经费的问题嘛，所以我们当时专门请教了陈学长，他特别热心，当时就请事务长啊把校夜班的地址给我们定了下来。嗯。周副先生最后还给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宗旨立下了两句话。哪两句？增进平民知识，唤起平民自觉心。哎呀，这个仲总兄啊，是到现在也没忘了他那个爱国心和自觉心。好啊，有了仲甫先生和蔡先生的支持，
这件事儿就好办了。我建议啊，我们再多找一些人，好好的研究一下这个招生简章还有章程，然后尽快在北京大学的日刊上发表。平民教育讲演团的主体是学生，但不仅仅局限于北大的学生，可以作为学生救国会的一个组织，这样它的号召力会更大一些。楚成先生，那这样讲的话，我也可以报名了。当然了，你当然可以报名了。那我们现在好好去研究研究。好，走。哎，柳梅同志，说说登报的情况。好，晨报的主编啊是个热心肠，他给我介绍了学海要闻的记者，那个记者呀对咱们攻读互助社特别感兴趣，说要给咱们做一个免费的系列报道。我一听免费的，我就可劲儿跟他聊啊，我们俩聊了挺久的，我觉得谈的还是挺不错的。他说今天下午要过来给咱们做个采访，我就想问问大伙儿，大伙儿乐不乐意？如果大伙儿说行，我就让他过来。这是好事儿啊！可以啊，我觉得可以商量，大家同意吗？同意啊！同意。他也同意，他也同意。通过，好，通过，好。我可不去啊，我可不去啊，我多大年纪了，我还上什么夜校？我不去啊！李大叔，我可不去，我可不去。李大叔，我可不去。学到了，我不去，我不去，不去。李大叔，哎，你干什么？你干干啥呢？李大叔，我为跟您说这一句话，我都跑了一个北大了。我发现了，您这身体比我好，但是您光身体好不管用啊。您说您现在认识的那些字，还不够您那一簸箕呢，说是多丢人啊！我们开这个夜校，教读书，教认字，还是免费的，多好的事儿啊！免费的吗？真的？免费的呀！全是最好的教授，最好的先生，这您打着灯笼，您上哪儿找去呀？那我儿子能不能学？您儿子，大叔是这样，我们这夜校现在只招收咱自己的工友，还不收家属。那拉倒吧，那我不学。李大叔，李大叔，李大叔不学。哎，大叔，哎，暂停。能，别跑了，别跑。能，不跑不。能，想读书认字的，越多越好。这事儿我做主了，后天晚上，您和您的儿子一起来参加咱们夜校的第一堂课，你看好不好？好。啊，这可是你说的啊，免费的，不要钱，不要钱，不要钱。那好，那好啊，那我回家告诉我儿子去啊，后天到这来学习来啊。好，好，咱们说好了，李大叔。哎，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您告诉我儿子去。您记上了啊。哎，好嘞，来呀。好，这孩子还来来，不见不散啊。王大爷。王大爷，王大爷，后天晚上咱们夜校开课了，到时候您一定记得来，咱们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怎么就这么定了啊？我可没那闲工夫啊。哎，王大爷，您别跑啊，读书有什么不好啊？夜校？对啊，要不要去啊？你先别问我要不要去，我们想先问问你是不是跟我们开玩笑的。没有开玩笑，我们这个夜校啊，就是专门给咱们工友准备的。只要你们想参加，我给你们填单子。哎，我想问您一下，像我这种人也能去上学吗？咱们呀，是最伟大的劳动者，是最有资格去学习的。那我去。我也去。好，我马上给你们登记啊。好。哎，这几位师傅要不要去啊？我年纪大了，就不去了啊。我呀，太笨。还学不会，我一个字不认识，去了也是白耽误功夫。齐豫，哎，好嘞。就是因为咱们不识字啊，才更需要学习。你们看，我们在北大做义工，最不方便的是什么呀？高一点。哎，稍等啊，来来，小师傅，我来。啊，谢谢。来，师傅。哦，哎呦，啊，谢谢。啊，谢谢。哎，我接着说啊，师傅们。你看，我们在北大做义工最不方便的，就是会讲会说，但不会写。别人写了呢，我们也不识的。这个账啊，有的时候会算，就是记不下来。就像你们平时说的，睁眼瞎，干什么都不方便啊。你这话说到我心坎里了。你看我带着这些工友们做活啊，
进个料，分个工钱，这个行，账我能算明白，可是不会写呀，急得我啊，我住那个房子里，四面墙上划的全是杠。这杠画多了，你自己也不记得。我不记得，你工钱也没少你的。没关系啊，以后就不会了。咱们北大呀，专门为咱们义工啊开办了夜校，而且呢，请的都是咱们学校最有名的老师，哦，教咱们识字、写信，还有算账。教的呀都是咱们平时最有用的知识，关键是啊，上学不收费，课本呢也是免费的，我们是夜校，白天呢不耽误我们做工，这是多大的好事啊。听您的意思啊，您的意思就是说，就是北大给我们这些穷苦的人办义学呗？啊，也不只是义学，是尊重你们受教育的权利。嗯，啥叫权？你说这个我又听糊涂了。就是啊，北大办了个夜校，专门给咱们工人啊长知识用的。我们呢长了知识，有了文化，我们做工作就方便了。您呢还可以回家教教您的孙子，对自己、对家庭、对学校都有帮助啊，是不是好事啊？几位师傅放心吧，如果有任何的费用，你们呀都可以来找我，毛泽东。刚才这番话听明白没有？听明白了。咱们呢就安心上学，万一有人跟咱们要钱，咱们就找毛泽东。找我，找我。好，好，咱们园艺房的人啊，全都去读书。Thank you.